接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你会不会在做选择之前先想一想别人怎么看，别人支不支持啊？我告诉你，如果你这样想啊，你就不想再过谁的日子了啊。我不是说吗，每一个人的命运，我开宗明义我就讲，每一个人的命运，每一个人的格都不会是一样的。那谁应该影响你？没有，只有你能影响你自己。你找到了你内在的呼唤，这很重要啊。我就福音我内在的呼唤了、啊、管它是什么的，是这样。结果你知道吗，我去比赛哈，一路赢，结果把军官也给赢了。后来军官的上司跑来找我说，现在哦，按照既定的游戏规则是你会代表成功岭这个团还是这个师啊，去国防部比赛啊。这个只要能够代表去比的话，你的那个成绩就会很高。可是问题是，你是大专兵，你完全不需要这种成绩啊，你能不能让给我们的军官去比？我说好啊，可以啊，只要我有假就可以了，我一样跟他谈对价。他说没问题，但事实是这样，事实是根本那个假哈、哦，我这样看站起来讲比较好了，根本那个假哈、哦，没放完我就已经从成功岭退下来了。诸位，为什么我的假多到怎样？那一次蒋经国来的时候啊。一定都要有那种标准的军官啊去做演讲给他听。那蒋经国常常出乎不意的会做不一样的事。那天也是这样干完，那我们一堆哦，比现在的人还多，这样一堆人坐在那里听听那个安排好了的军官去演讲。那个也是比赛当中好像输过我的啦。然后就讲完了，他就临时点人呢。他说哎，巩辉同学，然后说你们有没有人啊能够上来讲啊。哇，他临时要点人啊，那没安排啊，怎么办？这个时候所有人都看到我了，那个军官都看着我了。那我很简单，我说可以啊，假再给我多两天，那我就上去。他说没问题，赶快上去。我就真的上去了。当然了，我讲的内容忘记什么了，但我还记得其中有一句，我从我爸爸那里学来。我爸爸曾经描述那个时代一个高雄有个市长叫做王玉云的，他曾经讲过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一个演讲法。那我也这样讲，那我最后讲了些什么呢？无非那个时候就什么什么什么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嘛，这就是讲法嘛。那我就当然我就拿我爬山啊的意思去讲。讲完了之后啊，你知道吗？那一天我一个人吃一只鸡，那烤鸡。哇、哦，那个军官是高兴到不行，因为啊，因为得到的烤鸡都在他们身上，那我就吃烤鸡一只。那时候没吃素啦，那时候的读还高中毕业而已嘛。诸位，在我来看，那不叫争取，我只是过我的生活而已。生活当中我需要一些假期，那我就去找，那有机我就去找，找到别人看我怎样，那是别人的事。诸位。福音，你内在里头应该找到的声音，你应该要往内找声音。那个声音并不是一个什么名利的、财色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那个价值。你会觉得你有价值的那个声音是什么？佛教很在意的，并不是在意你变成是一个吃素的人呐、怎么样守规矩的人。他先不这样说，他先说找到自己。找到自己一个价值感，那种价值感必须要怎么样？有行动力，而且有什么呢？有遮止力。什么遮？遮别人的闲言闲语。我告诉诸位，包括老师的闲言闲语，我自己就这样干的。我这话讲回来，我不是说我小时候爱做科学家吗？我就一路追哦，追到后来我就读这个师大附中。我小学不是读得不好吗？到了小四、小五、小六，我开始会读一点书，大概后来能读，稍微用力一点读，大概就前三名、前五名。那因此我就去读了一个升学班的高中，国中升学班。那国中升学班一定要
考所谓的升学高中。那当年那种高中的话，无非就是啊什么建中、师大附中、成功中学这样。结果呢，我在那种小学地，我在那种国中的地方哦，怎么考试都是考那个50名开外啊，50名开外啊，再怎么算都算不到你能够读一般的那种正常比较省钱的国高中就对了。有一天老师来问我说，某人你到底要考高中考几次？哇，我被刺激到了。那时候正在找女生哦，不是女朋友啊，女生啊，都是爱玩，你听我啊，考试很苦闷啊，整天找人玩，结果被我老师知道，他就居然讲这种话。哇，我就好吧，那我就演你一个作战计划、读书计划，安怎怎么讲，要出口气啊。啊，当然后来我就考上师大附中了。好，这个事情告诉你一件事，你的人生不会很顺的，会听到很多闲言闲语的。你面对闲言闲语的最好方法，并不是在让你生气，你是个大笨蛋。如果他说你不行，那么你就做行给他看。如果他说你很烂，那你就来一个华丽转身给他看。不然你要生什么气？他就说对而已啊，他说对你而已啊。你所谓的什么反击或不反击，根本重点不在对方，王八蛋，不是这样。你去骂他没有意义啊，是什么？你做对的事，你做对的事让那个人摔破眼镜，就这样而已啊。啊，那后来我就去读师大附中，我号称那个时候新民国中的黑马，这样。好了，结果呢，到了高三，我高中时间就跳过，因为我们完全没办法讲高中，高中是完全可以拍3部电影的啦，哈、哦。那我们就跳过了。最后是谁啊？最后要填志愿。你看哦，填志愿的时候，我有一个老师，班导师，他人很不错，教书教的我们的同学说非常之烂。为什么？他教数学，他教数学是这样教的、哦，讲原理，中间开头做个计算，最后没结论，就说你们自己想啊。他是这样教的，哦，熊哈怪逼最合我的胃了，教个原理，做个开头让我启动，后面怎么样，各种各样的可能都有啊。可是你知道吗？我们班每个同学骂这个导师骂到爆，说的。简直太没良心了，居然不教解题方法。你知道考联考就叫解题方法，那个时代就是这样。哎，我就很爽我们这种老师，所以我跟他很有默契。好，现在来了，要怎么样，要填那个考大学的那个填表了。我呢，台大、成大、台大、成大、清大、交大物理系，然后呢，台大、成大、清大、交大数学系，最后填了一个什么学校？不好意思说了哈，那什么样学校的数学系做垫底，我就要交出去七个系，三个物理，3个数学，然后最后加一个垫底，就送过去了。啊，老师都会检查，还检查一看，嘿，某人过来，梁某人过来，你干嘛？你干嘛？读物理系啊，你没饭吃哦。他自己就是物理系的，你懂吗？师大物理系啊，你没饭吃啊，而且还是物理硕士哦，你没饭吃哦，你怎么样怎么样？所有同学都在笑我，我好多同学，我们班有台大电机的啦，好，那后来有考上台大电机，然后他告诉我头壳坏掉，你知道我怎么跟他讲吗？没有啊，不读物理枉费为人，谢谢老师，我还是要读物理。诸位，其实在那个时代哈，读物理系出来没摸头喽，比管理学院呐、啊，比什么的还要差，完全摸头喽。那个时候台湾没什么科技，什么台积电什么都完全没有，只能够去搞核能厂。啊，核能厂、工作缺又 有一定，后来我探听过了，我都知道。诸位，人生在找寻自己内在的呼唤声音的时候呢？不要那么现实，只看活下去好不好这样而已。有时候活得好但并不快乐，活得很辛苦但就是很快乐，就是觉得很是自己哦。我宁可选后者，在他们来看就是这样不快乐 啊但就是要选啊，因为那是我应该有的。
我要的生命的样态。你比如说刚刚我才跟在车上跟我们的师父讲，我说我其实我已经三天不知道躺下去的味道是什么，三天我已经三天没有躺床了，我忘了这床觉得好，昨天本来想要躺的，结果因为一个活动我需要拟那个新闻稿啊，给新闻记者哈，特别还要翻译成英文给外国人用，哇，那很压力很大，那看的人呢这个都是法学者，然后再来呢要求的是立法啊，立法的话跟政府目前的，我说既然目前这个政府的他们的选举策略跟需求是不搭嘎，所以他们并不想推，我也知道，但我的想法很简单呢，国家又不是他们的，国家是我的，那我作为一个出家人，我爱护老百姓，老百姓的心灵很重要，我要定一个保护心灵的法案，那叫做宗教基本法，宗教要有一个宪法来保护它，那这样的话我们的小孩子将来才会懂得找寻内在的信仰。哎，内在信仰跟佛教不佛教不一定有关哦，信仰你信仰你自己啊，你信仰某一种价值啊，那就是信仰，那么宗教就是一种信仰，人要为自己找到信仰，你信仰你才为他服务，你才觉得生命有价值，哪怕你信仰金钱 OK 啊，那你就去赚钱嘛，那就是你的信仰啊，也你也不能说，没有人能够说你脑满肠肥，但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么多钱的，你可能更需要感情，搞不好有人更需要某一种生命的发挥，对不对，诸位？所以信仰钱 OK， 你也尽管去，但你不要傻傻的听你爸妈讲说赚钱才是硬道理，不是这样子的，不一定。在这个时代，你们比我们幸福是你们的选择更多，赚钱不一定是硬道理。赚了钱呢，找妖也不一定快乐，赚了钱你不快乐那也不对，那也不是赚钱的目的，虽然钱大家都喜欢，那不一定是这样，懂意思吗？你们可能很形而下的会被教导，或你的父母会这样告诉你。总而言之，找寻内在要有一个概念，那就是虽千万人吾往矣，不是为了虽千万人吾往矣，而是福音你内在的声音，并且勇于去完成它。它的过程当中可能很艰辛，也可能很枯燥，甚至没有人要走，甚至觉得那根本很荒唐，或者是不可能。比如说啦，我在民国106年，就去年、前年就现在108了，107嘛，我在105了，105年。那个啊不，我在106年，现在108年，在106年的时候，哎，这个汉人佛教啊，第一次有和尚跑去什么？跑去那个总统府前面凯德格兰大道去抗议，并且呢，在路边呢、做路边演讲，啊，抗议他那内政部立了一个对宗教很不恰当的这个草案，他才草案而已，我就很火大，你知道吗？他们众神上凯道那个民间信仰有20000多人，那我呢决定要上去的时候，上去凯道的时候呢，是在隔前一天的下午4点，我才决定要。因为很多人劝我不要去啊，他说你会被打啊，你会被抓啊，你会被怎样啊，然后你是和尚啊，你不要干这种糗事啊，讲一堆，我都不在意，我在意的是形式，是去好还是不去好，是这样。我要做抗议运动，反对运动啊，和尚去干反对运动，上街头啊，那要有效果才可以。我研判到4点，我发现有效果，我还是得去，我就真的去了。去的时候，我那天晚上也没什么睡不着的，很好睡啊。我只去那个什么，那个什么，那个那个什么，那个百货五金行买了一个什么，买了一个遮阳帽而已啊。那因为太阳一定很大嘛，这样。结果我连什么麦克风什么都没带，因为我就狗叫几雷一天哦，一个人。后来是我的学生呢、远端的知道说我要去了，杀过来来陪我，那天晚上来陪我，还几个人，我们真正上场不到100人，人家是20000人在那里。结果后来新闻写的头条内容都是写我们，
啊，不一定写道教，民间信仰。为什么？因为民间信仰后来就跟政府有一个共识啦，那这样大家就啊你好我好啊，结果你好我好就没有爆点啦。可是我们呢，我们写了一个公开的一个抗议文章，那到处发，哎，新闻记者就喜欢这个东西嘛，他就最后是写了文章，写的就是我们说对于宗教团体法有意见。啊，后来我发现呢，团体法如果继续干的话，他政府永远可以推出一个法案来伤害到宗教，那还不如我自己来写一个法案，框住政府不要乱做。那这就是所谓的宗教基本法，我到现在还在推啊。那已经帮我忙的人很多已经做他们的事情了，也不说退开了，就是他们也忙他们的了，结果踽踽独行还是我一个人呢，还在做啊。那为什么？因为不能找太多人呢，因为太辛苦了，找人是害人，你懂吗？找谁来帮忙都会害人，所以我连我能找人家帮忙我都觉得衡量了，聆听我内在良心的声音，还是说不要害人家好，还是这样。那你看我还笑得出来啊，不是很 OK 吗？诸位，那种路很少人走，特别是和尚还做这种社会运动，那根本很少人这样干，但我还是做啊。我也没有叫我的信徒这样做啊，我也没有啊，那是我自己的选择。没有人命运是一样的，但你选择的价值在哪里？接着就要问，是什么事情让你能够不用坚持哦？坚持太辛苦。哎，你有没有每天坚持吃饭？有没有啊？有没有啊？没有吗？对啊，摇头，没有啊。为什么啊？你肚子饿了你就自然会去吃了，干嘛坚持？我跟你讲，坚持这两个字在人生当中是很辛苦的，不需要坚持。 你看哦，男女朋友在恋爱的时候，你有没有很坚持每天要看到他？没有啊，本来就很想看到他，想天天看到他呀，干嘛坚持？对吧？生命当中很多其实他是不需真正呼唤出来的价值，你生命中的价值是没有所谓坚持的，你自然就会走上去。所以读书算不算这种坚持？当然不是啊。我当年是因为我觉得我要做科学家，所以我要去读大学啊，因为那是知识的来源嘛。哎呦，我就去读了。我插个嘴啊，我在高中的时候，因为师大附中是升学高中啊，所以他们很在意你读书读的好坏啊。结果我呢，我又去干坏事了。我的那个坏事很小，在整个师大附中当中算是很小，我的一生师大附中三年当中的所干的坏事，那算不得坏事，你知道吗？我去干什么？学校又搞了一个，本来是玩他玩玩而已的，叫做什么？各班派代表出来做辩论赛，那他搞这个，那我当班长，我怎么当班长暂且不表啊，我当班长，没人要干了，大家都要升学了，我去干。三年级耶，谁还要跟你玩这个什么学校辩论赛啊？哎，我真的去干了，我觉得很好啊，我就去干。结果呢，一路一直赢，又是一路赢，赢到呢把学校的演变社的同学都干掉了。结果那一年代表师大附中去外面比赛了，居然就是我们这种非演变社的，我们这个团队，我们班，我一个，还有隔壁班啊，哪一班这样，三个，四个人一队，那叫奥瑞冈制的，四个人一队。啊，结果呢，要比赛啊，当然要争取比赛，就是要赢嘛。结果我就怎么样，翘课去准备资料。结果我翘什么课呢？我当然要选啦、数学课不要翘，我们老师教得很好。国文课有些故事听也不要翘。哎，历史课我想翘，为什么？因为我们那个历史老师哈，号称师大附中最拽的、最棒的、最会骂人、最会说故事的历史老师啊，我就带着期待哦。结果他一来上课，完全索然无味，然后完全是照本宣科，我就觉得啊，翘他的课刚好而已，结果我就翘课了。啊，他呢，拥有讲虚名不好听啦，因为这个人应该死了啦，那么大年纪了，那讲虚名应该是不好听的，但是我感觉那是虚名，可是他觉得很有名，
师大附中有一个特色哦，就是 SP 啊 PS 不是 SP， P 是 play， S study， 要会 P 才要 S， 要会玩才要读才能读书，你不会玩你进读书应该去读建中。他们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小孩子想法是这样，我们那时候台北那小孩子是这么分类的啊，因为他是那外交官学校啊，就很多的学生是这样来。好了，我们就去读，我就去翘课了。哎，他找人去把我找回来了，我是班长嘛，很容易找得到。我说这个什么，在那个图书馆把我找回来，你知道他就骂了一件事。把我一直骂一直骂，我就站在那给他骂，你说骂你说骂骂骂骂，到后来他讲了一句话，我有意见，你知道他骂什么吗？你知道吗？你到底还考不考大学啊？啊，你还这么搞那个？如果你大学考得不好的话，我们学校怎么对得起你爹娘啊？哎，这句话惹毛我了，我就举手，他在正在骂我，我举手。老师，马克西伯来，你牙臭，啊，准备送啥？啊，我有意见，我可以讲吗？好啦，你讲，换我讲，我就讲了一篇。你在讲什么？我说学校，你老师不需要在意我们考了好不好。如果我要读大学，那是我自己要去读；如果我不读大学，那就我自己读不上去，我或者我考不上，那就算了。我爹娘也不会来怪罪学校，请你不要用我爸妈的帽子来扣我。哇，他听到这样气爆了，你知道吗？冲下来，直接从讲台冲下来，对我拳打脚踢这样啊！后来啊，我又练武术的，我那时候在师大附中练那个刚柔流的空手道初段补，我没有去考那个黑带，因为那要钱，我没钱了，所以初段补。啊，他打我那个拳头很软，啊，我只要随便这样弄一下，他就会倒了。但我还让他打，打完了之后他就很气，看我都没有跟他求饶的样子，他就说你 get out， 那我就真的出去了，我就真的出去了。那这在生命当中代表什么？代表啊，你要跟老师吵架？不是，那个时候我的出去一点都没有生气，我的想法是应该同情他的立场。任何一个周边的人，他在说你骂你，或者用最鲜明的恶话来说你的时候，有好多理由。第一，他太爱你了，你的作为他太不放心了，比如说你的爹娘。第二，他太嫉妒你了，你大概触动了他内在的黑暗面，或者是自卑面，所以他只好骂你。第三，你可能做了些什么事情让他感觉受伤，现在他借机伤害你。这三个理由都可以是他的理由，但这三个理由在某个意义上来讲，他舒服了，你算是供养布施给他了，但这不意味着你的价值不对。他酸你是他的需要，但你的需要是你的需要啊。比如说那个翘课是我对于代表学校去比赛的需要，但他的需要是什么？他的需要就是他想象中的，哎，他的学生都考上他认为的好大学，这样完成了师大附中的这个牌子，他的需要嘛。所以他就拿了我爸妈来做压啊，我只是觉得吃不下这口气，我冲他而已啊，一冲他更吃不下了嘛，他更没脸了嘛，他就要来打我，他必须要这样透过打我呢，能够才能够扳回他作为他认为被我侮辱了的样子。所以说我就被他打，他突然在打我的时候我才醒过来，说哎，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啊，当老师怎么，你知道吗？他把我的桌子给翻掉哦，他气到这个样子。师大附中这桌子跟椅子连在一块的，那很重的，你知道吧？啪，然后翻掉。我一点都不会恨他，我突然间才醒过来，说：“哎，什么事情可以让一个人可以气到这个样子？”哦，我触恼他了。所以你的生命当中，你的很多内在的呼唤，其实会触恼到别人的，你很难不去伤害到别人的利益的，有时候会这样。你比如说我现在推宗教基本法，也是会有些政治人物会认为说他伤害到他，伤害他的什么什么什么选举啦或怎样，有人会这样想。那是你的立场啊，我也尊重，
但国家是我的，人民是我所爱的，佛陀教我要爱护人民啊，要爱人民，要为人民的心灵未来打算啊，那我不做，我不能老看你的个人的想法啊，你这些政客来来去去，连总统也是来来去去，可老百姓永远在那里啊，我这个和尚看着众生永远就是这样在心灵受苦，这怎么可以？我要用国家的立场来标举的信仰的价值，你不一定信佛教，但信仰是有价值的。一个国家懂得尊重内在圣性的信仰，代表这个国家的心灵高度很高，也代表着我们的人民将会被导引在尊重内在圣性的部分，而不是那么自私，只是那些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们的小孩子未来才会渐渐的被导引为尊重内在的信仰，我也才懂得找内在的信仰。你的信仰不一定是佛啊，可以是上帝啊，也可以是道教的神啊，也可以钞票没关系，但你总要有个信仰，那个信仰变成你生命的核心，那种呼唤的来源是价值判断的根本，而且你可以为他怎么样，为他努力一辈子，而不会觉得空虚，不会觉得受伤，在过程当中多大的痛苦你甘之如饴，你会觉得生命有着光，有着价值，有着方向，而不是只是过日子。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会出现动的力量，出现改变的力量，会出现进步的大力量，来自于这一类人多。这一类人不一定，这一类人反而不一定多，但是这一类人扭动起来的力量是很大的。一个国家这一类人越多，这个国家的自我反省，这个国家的自我创造，这个国家的自我成长跟自我翻转的力量就会越大。所以为什么我们拥抱民主？因为民主那个主就是你内在做主人，叫做主。为什么我们相信民主？我们说，这早年我在大陆进出啊，大陆要开一条路很容易啊，他就去让你贴一张牌子说，一个月后拆，打个叉，用了喷枪打个叉，这样你就得拆。在那个时代做一个这样过渡 OK 的，但最终我们要相信人民内心里头有个主，一个国家愿意相信他的人民内在里头能够做主，并且尊重他做主的权利，这个国家就会有千百万个能人志士为这个国家努力，他在为他自己生命一个光跟热在努力。这就是为什么，所以说什么是民主意义是在这里耶，这也是我这次的那个新闻稿当中写的道理啊。所以你拥抱民主，你要有一个核心价值，不是在那里选举耍手段骗年轻人的票，那样叫做选举，不是这样子的。玩手段做计谋，这叫民主，这哪里是民主啊？这是权谋，政治都在玩权谋，那还得了？老百姓是被耍弄，是倒霉的。台湾怎么可以这样？才2300万人，那么这么辛苦的过日子，还被你这耍弄？所以我们的推动这种概念是一种觉醒的概念，也是一种民主的概念。有些人是不舒服听的，我告诉你，有些政客是很不舒服听的，那怎么办？来咬我啊，不然怎样？我的价值，我的信仰就是这样子，对的事就去做，成不成功尽人事就对了。这是内在的呼唤呢、啊。我没有说你们要跟我一样，哎呀，为人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好像要做些什么事，倒也不是啦。可是，你要有信仰，你要有生命光跟热的来源，不然你的生命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你是无意识的白老鼠而已，被圈养的白老鼠。你知道吗？拥有生命是多么的珍贵的事，可以思想，可以爱，可以恨，可以选择你的爱，可以选择你的恨。可以选择你的要跟不要，可以选择你今天要怎么样过日子，你拥有了这么多选择，但你却变成白老鼠似的被诱导，被一颗小糖诱导而已，你是浪费生命。对年轻人，我们最担忧的就是这样。年轻人是国家一切的基础，特别是创造。创造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对现在不满，
意味着对现在所拥有的不够。佛陀当年就是这样啊，你知道吗？他是太子，哎，他有三个太太，他有三个太太，然后呢，他的武术比赛、语言比赛、谋略比赛，通通是整个那个时代的中北印度的第一名，可以说天之骄子。但是他出了城门去看，说，哎，有人要死，有人要病啊，有人要要老，哎，奇怪啊，人不能阻挠这些。最后他看到有一个修道人很清净自在，他在想，哎，怎么那个人是清净自在？怎么我看到老病死都这么痛苦？他说，对啊，老病死最便宜啦，过一年就老一岁，都会奉送给你，老到差不多时候就会奉送给你病。啊，在病到一个时候就奉送给你一个死亡，你挡都挡不住。那他就开始思维说，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人生的价值最终会在哪里？如果最终是一培土而已，过程是价值，可是如果过程没有结束呢？意思也就是说，你死亡之后还有一个轮回的未来，那这个人生应该是现在就要创造无限的未来的价值啊，不是现在创造一个临死的价值。你看，如果你的生命是死亡就没有了，那你的生命能创造价值的大概是你活着能动，到你卧病在床之前那段时间你能够操作，等到卧病在床，人生 over 了， game over， 玩游戏结束了，没有了。不是耶，佛教概念告诉你说人生一定有来世，很简单啦，你看哦，你每天起来做事的时候，你是做什么事？你是昨天安排的事，或昨天做没完的事，你今天在做吗？那你今天晚上做完的时候呢，你又会想什么？你会想明天要做些什么事？你这一餐饭吃完了，固然你不一定立刻想下一餐饭你要吃什么，等到三四个小时过了，你肚子又饿了，你势必又会告诉自己说，那我这一餐要吃什么，或者我要到哪吃，你一定会这样想嘛。我们的生命往下一秒钟、下一个刹那找寻目的、找寻意义、找寻满足，从来没停过，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跟女朋友去约会，不会说看一次电影之后就满足了，然后你是你，我是我，当然不是，你还想第二次约会，甚至于你会想约会完了要去上床，对不对？那这些就是你要追求一种满足啊，满足你总在往下想啊。那我请问你哦，生命有哪一种满足会比活着的满足还要大的？啊，你逻辑想看看，活着的满足最大的，活着就是胜利嘛，对不对？好，活着，啊，因此，哎，谁告诉你说老就一定要死啊？谁相信？这里的老人好多，这里都有老人，你的老师都比你老。你觉得你老师要去接受死亡吗？没有啊，他不想那么早死啊，是不是？虽然死亡都会来临，可是都会来临，那你就一定接受吗？你还是不想接受啊？谁会自己这么说啊？我老了，那好了，死了，赶快来去死。没有啊，当然还是有人会讲这种话啦，哎呀，我老了，活了不久了啦，我的时候要到了。这是他也在自我安慰跟暗示，告诉自己不要怕，不要排拒。他在讲这个事情而已，他不是真的要去死，对吧？所以每一刹那我们都想活下一刹那，人生是由每一刹那堆叠出来的，你知道吗？每一秒钟、每一个想法、每个念头堆出你的人生的。那我请问你，你的人生有哪一个时候你想说我不想活啊？当然有心理上问题，他觉得想要自杀，这是特例。我说除此以外，一般的人他没有说我不要活啊，哪怕我老了我病我也还是想活啊。诸位，即便到老病死的最后一刹那，那个要死亡，你内心里头追求活、追求延续、追求你内在想要完成的东西，那种动力从来没停止过。你有一个根本的动力，是你不用学你就会什么活下去。所以你的死亡，那个不用学就会的活下去，会带着你再去投胎。
这就是轮回的原因，这就是轮回的原因。所以你势必要去投胎的，这不用说一定要看到，你就知道生命的内在力量这很大。好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什么叫做聆听内在的声音？本来是这一世聆听的声音，现在你就开始要拉长。什么样子是永久生命内在的声音？你就要想成这样子。怎么说呢？比如说哈，你如果这样想，哎，当年孙中山要搞革命，那个要杀头的了。那如果他这样想，哎呦，啊头如果掉了，什么都别玩了。那我要做吗？蛮危险的，清兵到处都是，我要搞革命，他会来杀我，那我要真的这样做吗？你就可能因为命断，没得玩了。你看，那这样的话，眼看不可能，那就等待别人吧，我就不用干了。你会变这样。但是如果你是这种想法呢，那就不同咯。哎，如果是对的事，我就去做啊。啊，如果做到一半我死了啊，死了再来啊，投胎再来再做啊，那对的事嘛，那就可以做啊。啊，人生是一长串河流，不是一个短暂的一个火花而已。所以找到火花当然也很重要，可是这个火花可以延续很长，就变成每一个火花很有价值了，它具有可以往后延伸的可能性啊。啊，各位同学，你还年轻，你有完全的机会找到这个火花，并且长久的走下去。那个长久包括你生命转换成下一世都走，这就是佛教很特别的一种给大家的很重要的一种心灵资粮粮食是什么呢？累劫的行善，累劫行菩萨道，完成生命内在最终的光跟热，也就成佛。它就这样来的，它是内在的呼唤而累劫就一次又一次的去完成的。而做过的必留下痕迹，我想大家都知道，对吧？是不是这样？走过必留下痕迹，这不要说是佛教说的，连圣经里头都有这种话。我说耶教的圣经、基督教、天主教的圣经都有这种话。所以只要是神圣的这样子的一个教法，他们都会看到什么呢？走过必留下痕迹，未来都还有机会。所以你的选择，从刚刚讲内在的呼唤，不要去在意别人的看法，以及勇于去接受任何结果，你都要去选择你内在该选择的。到最后，你要选择什么？选择一个你认为你生命中会有价值，而且那个价值不在别人，在你看你自己觉得有价值。那个价值最后在哪里呢？最后在选择吗？不在选择。在感应，在自动的感应，什么意思啊？我们讲这个，我们讲这个，宗教团体法的一个反对运动，在两年前是怎样发生的？我呢在打佛七，佛七就连续七天都念佛了哈，打佛七啊是很辛苦的。我们也会累嘛，凡夫都会累啊。佛七打完了，好好休息一下。每天都从早上四点起床，四点半开始打佛七，一路到晚上，连念带拜带经行带讲经，这样子一路搞到九点，然后才要睡觉。这样弄很累嘛，啊，七天结束了，我想要休息一下。突然间一个 LINE 传过来，我一看。欸，什么？这个内政部要到全台湾各地讲解宗教团体法，讲23场。欸，我们很敏感，我们知道每一场都要花好几万，23场要近100万元花。一个政府他为一个法案居然投那么多金钱，那他的意志很清楚了，他势必要过了。哇，要过，但我都没有被告知。哎，啊，我是宗教家，
他要定一个跟宗教家有关的团体法，连来打个招呼都没有，是怎样？我活得不够爽快，还是我活得不够有价值，还是我活得不够身高不够高，他看不到我，还是我做一个宗教家，在这一类人眼里根本 nobody。如果做一个宗教家无怨无求，只为众生的幸福着想，我来这里演讲也没有问，也不需要去问说什么演讲费多少，我们就是为了要利益众生，连我们这种人都可以被一个公部门的人可以用这种态度来轻视，然后他打算用那么高的金额预算直接就要过一个法，而且他说了算，哎，这算什么？那老百姓，如果我们这种这么乖顺的老百姓，他可以这样对付我们，那这大家所有老百姓大家都这样，这怎么会是民主呢？那我们拥抱的价值在哪里呢？啊，如果我要利益众生，这件事情直接牵涉到尊严、价值跟宗教的一个发展空间的，我都可以噤若寒蝉，当作没看到，因为反正出家那么多嘛。而且这宗教法又不只有对出家人的，还有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回教、阿訇等等一大堆人，那也不是我的责任啊，我干嘛管他？如果你这样想，你就那天很好睡觉，对不对？你就尽管去睡就好了。但我拿起来的时候一看，哎，啊，这麒麟太心嘛，啊，这怎么可以啊？我的声音告诉我不能睡觉啊。你知道吗？我想都没想，我马上发讯息，不晓得发给谁，反正就在脸书上 po 说，我们呢三天后在万佛寺自己开三天两夜宗教基本法检讨会，我们要检讨当前的宗教基本啊，不，宗教团体法有什么问题，大家来听，这里头也很有问题哦，赶快来参加。我开始蛊惑人来参加，你懂吗？我开始揪人来了，我想都没想。当然我还经过我们咨客事务同意啦，他是人事主任，还要当家师同意，他是行政主任啊，这两位主任同意说我要办这个活动，我即便是做方丈和尚的，我要这两位主要的师父干部要同意，他们说好啊，那就办吧。哎，人在哪我都不知道。哎，三天纠集，诸位，对的是有时候来得很快，但生命很长，一直到未来，你就去做吧，没有什么成不成功的，内在的呼声是价值之所在，你就去完成它。今天呢，跟大家呢谈找寻内在心灵的价值，我用了一些我自己读书的，我生命中自己走过来的经验来跟大家讲。我不打算用科目标举目张的这种态度讲法，我要用这种很实际的落实的经验，那就是我自己走过的经验来跟大家讲。希望诸位同学勇敢地找到自己生命的价值，这算不算做自己呢？也算，但不是为了做自己而做自己，是背后有一个生命的价值，生命的信仰，你得找到那个，那是你的核心。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没人可以给你，但对你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说三遍。好，诸位，这是找寻内在心灵价值意义的核心态度。我活着到底要为福音哪一个价值，我要为什么东西去奋斗。只要你想清楚了，别人的话以及成不成功，还有你有没有那个力气，都不是重点，行动就是王道，懂吗？找到了就要去行动，没有行动等于没找到啊。我说我去上凯道也是行动啊，没人跟我去不在意啊，应该没人跟我去的，正常人不会去的，你懂吗？啊，因为我们看到那个事情不正常了嘛，是我看到啊，所以我去啊，可是能够看到不正常的人基本是很少的，所以一定是少数的人走在那里的，你也将会是少数。如果你那么热心的找到你自己，那个时候你也可能孤独，但
相信我，那生命是有价值。好，我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啊。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三宝，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达到无我的空性，达到慈悲利益众生，更要随时收看，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三宝。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佛教慈悲置业花莲分会新逢释迦牟尼佛圣诞，起见玉佛祈福法会，恭送玉佛功德经，礼拜大乘金刚般若宝忏，消灾超荐点灯供水药供暨甘露施食，日期5月27日星期六，时间上午8点30开始，恭请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地点花莲中心，花莲市建古路160号，电话0383116730，0383116730，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聚花月，贤劫千佛殊胜功德日，善恶行成10000兆倍。佛教慈悲置业东山吉祥书坊药师佛祈福法会，恭请诺诺格西主法，日期5月30日星期二，上午9点30开始。联络电话03958-0286，03958-0286，03954-0455，03954-0455。地点佛教慈悲置业东山吉祥书坊，宜兰县东山乡东山路2段478号。百花齐放，齐海飘扬，九龙吐水，坐落于南投县国姓乡镇觉山的妙泉寺，仅定于国历5月13日、农历3月24日星期六上午8时起盛大举行玉佛大典暨庆祝母亲节嘉年华会。受疫情的影响，回违3年的玉佛大典设计了很多精彩的内容，有玉佛受诞典礼、模范母亲表扬、国小才艺表演、亲子写生比赛、玉佛节圆游会等。一早妙泉寺挤满人潮，全家总动员的景象相当热闹。活动首先由各界诸山长老手持祝福标语为活动揭开序幕。佛诞平安，佛诞家家吉庆，佛诞户户兴隆，佛诞工商热力，在佛诞节祝福全世界万境平安，祝大家佛诞诸事顺遂，事事平安，祝大家佛诞百福增祥，祝佛诞家居延庆。献供天女手捧香花灯烛果茶食宝珠衣等10种清净服务供养，同时引领法师们入场进行庄严的佛前大供。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大智万寿舍利菩萨。在无供圆满后，诸山长老法师带领着与会信众共同进行浴佛仪式，九龙吐水，沐浴金身，天上天下独为尊，七步宝莲生，威德光明，法界永沾恩。中国佛教会秘书长，也是妙泉寺住持修义法师，首先代表致辞并祝福大众。
身心是莲花人生一路发。像那个圆游会的也有各地的市面来的哈，那今天赞助我们学校的社团基金是我们中和圆通市他们所赞助今天的经费哈。今天所有的圆游券都是由妙泉市免费提供给大家来参加这个嘉年华会。那今天的嘉年华会的系列还蛮多的哈，刚我们做的一个佛诞的庆寿祝祷，现在五官坛里头是各级学校在做这个画画比赛，来自于一天一个上午在画画比赛，每年都有四五十家的国小幼稚园一起来参与哦。那在这里要谢谢我们各级学校的校长来促成响应哦，那也为你们的付出掌声肯定，谢谢。最重要的哈，是大家欢喜心，那借由浴佛让我们每个人身心是莲花，人生一路花，好不好？好，谢谢谢谢。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净耀大和尚以佛陀的本身故事与众分享之外，更盛赞修义法师为佛教界中才华出众的才女。释迦牟尼佛看到修义法师呢，他是一个天下少有的才女，所以他就跟他说了，他说修义法师啊，你这一辈子修行四个题目让你修，第一个修什么？修给一切人信心，第二个修给一切人方便，第三个修给人家什么？修给人家希望，第四个修给一切众生欢喜。并借由佛陀诞生人间的主要目的是给大众带来光明与希望。我们知道一佛一佛是借着佛陀诞生这个人间，他来这个人间就等于帮我们每一个人带来能够离苦得乐的希望。我们大地虽然有阳光，屋内虽然有灯光，但是他却无法照破我们心灵的无明黑暗。所以呢，我们必须了解佛的意思就是觉悟的意思。由十个国小校长亲自所带领的庆典表演，有来自长流、国姓、长福、北港、玉乐、福归、南港、前锋、北山、港元国小的小朋友们，身着各式各样的鲜艳服饰，一个接一个带来了精彩的超水准才艺演出，现场欢喜声掌声不断，发出爱的光啊，为了儿女着想。其中每个表演完毕就是到了紧张又惊喜的抽奖与颁证教育基金的时刻，由法师们提供的丰富的奖品，现场幸运的信众更开心抱走每项大奖。2023-05-07，现场亲子绘画活动如火如荼进行中，更特别的是小朋友们惊喜收到净耀大和尚亲手发送的加油棒棒糖。不止如此，陪同的家长们也都纷纷接到了星茂法师、悟豪法师、明来法师所发送的祝福糖果饼干，能与大法师们近距离接触结善缘，真的很法喜充满。浴佛大典暨母亲节嘉年华会亦得到了在地长官的到场支持，国姓乡公所乡长邱美玲、颂扬妙泉寺住持修义法师长期在地方推动教化、关怀社区慈善、造福乡民的努力功不可没。真的非常感谢我们修义法师常年来对我们国姓乡的照顾，不管是教育或我们的弱势族群，都非常的照顾。那非常感谢他今天特地借由我们的圣诞浴佛的活动，办理了我们的模范母亲以及母亲节的庆祝活动。圣诞浴佛过后，我们也希望回向给大家，预祝大家能够身体健康、平安喜乐。谢谢。会中，大高雄供佛斋僧功德会理事长星茂法师提供了大奖之外，更祈求国家无战争灾难，并祝祷大家都能够安居乐业。你要看呢，三年的这个疫情呢，大家关也关，噶拢啥？
看到都戆戆去，你安知？所以呢，今仔大家回来吼，看到真欢喜，啊，咱嘛借着这个义和法会呢，以此功德呢，回向祈求咱的国家唔通有战争，唔通有灾难，大家拢会当安居乐业，平安的时候啦吼。台南市佛教会理事长敏慧法师抽出了中大奖的幸运儿之后，更为大众分享何为佛陀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其中唯我独尊真正的意思。天上天下唯我独，不是指迦牟尼佛本人，也不是在座的你我，不是的。这个我呢，代表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众生本具的清净的这个佛性，在《法华经》里面说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皆当成佛。今天我们所以不能成佛，还是在这边六道生死流转，只因为啊，我们有太多的妄想、分别、执着。而大高雄佛教会理事长吴豪法师为大家抽出了多项大奖。我数必清哦，你要下、哦、努力的抽哦，不然埋在下面的都没希望啦，要往下啦，种田种田哦，我就要 KK 哦。好，师父请布达啊。后面92，九二，九二有吗？1992，哦，前面是2023都一样啊。2023，1992。现场活动，爱到最高点，模范母亲表扬大会，礼请悟豪法师带领大众恭送母亲祝祷文，为全天下所有伟大的母亲祝福。随后邀请模范母亲们上台接受表扬。除了献花并致赠纪念品，场面隆重且温馨。最后颁发亲子绘画活动得奖的小朋友，并恭喜得到最后大奖55寸电视机的师姐，更随喜圆游会中由志工菩萨们所制作的精致又美味的丰盛素食餐点。我今灌木诸如来，净智庄严功德海，五浊恶世离尘垢，弘正如来净法身。祈愿以此浴佛盛会，功德回向十方，让法界众生同沐佛恩，悉令除热得清凉，揭发无上菩提心，得欢喜自在。生命电视南投采访报道。目犍连尊者大慈大孝，神通第一。目犍连尊者在佛陀的弟子中神通第一，时常现大神通力，护法降魔，度化外道众生。但神通不抵业力，尊者母亲造业在地狱受苦，幸得佛陀开导，以共生功德拔剑其母。尊者感恩佛陀，并始建盂兰盆孝亲报恩法会，以报父母神恩。一心顶礼尊者目犍连，祈愿大众见舍利生欢喜心，并学习尊者行大孝于亲，以大悲度众，护法护教，以方便智慧之力传播菩提种子。伤净土，成佛度众生，